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然后待会我们会需要录音，就是我们都已经在录音了，好好我们也会给你一份。然后那个照片的话是到时候请您这边提供可以吗？我们 Flickr 上有很多，其实全部都是现成，所以是可以。其实主要还是看你们的设计师觉得怎么比较。那当然你要注意一下授权，那有一些是非商用，那个就只能用在非商用。但如果你是要促销推广活动，还是有一批授权是可以商用的。Okay.那我们就再回去。对对对 ，Liquid 的 Oven 里都有。好。那一开始想要先问，就是在改名字，我怎么会选择凤这个名字？对，因为当时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个是。我其实本来有想很多别的字，但是在跟户政事务所登记前，就是有一个因为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要不要加到三个字，因为在台湾这个三个字比较常见，对，那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当时是同时取英文跟中文的新的名字，那所以就有一个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说啊，原来凤这个字的日文的发音就是 odori， 对，那这个非常的跨文化，极为跨文化，所以我如果再多加一个字的话，那它的发音就不会是 OK 的。对，那所以后来其实是等于是英文名字先确定是 OK， 然后凤反而是因为有日本朋友告诉我，所以才保持单名凤这样。这一方面解答我的疑惑，因为我一直好奇怎么样取，为什么是？就英文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对，对，所以结果这两个是一组的，是，对，所以原来是日文名字，只是音译跟中音哦，两个不是，当然不是这样。对，但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说，因为凤这个字它本身是非常跨性别，就是龙凤的时候它是雌的，但是凤凰的时候是雄的，对，所以也是很符合就 non-binary 这种感觉。那原本的名字。对，你这个就要问取名了。那时候我不在，还没有登入，还在那个就是登入打密码过程。对，但本来的名字确实是非常就是 traditional Chinese， 就是两个朝代名字，然后中间又是这个就是宗法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是非常就 extremely traditional Chinese。提供就是你自己的理念，其实算 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对啊，然后所以其实不会想要刻意去改变现在的公务体系，就是一直用失败去更好的方式，他们可以理财。那目前来说，你会希望还有哪些可以改变的东西，或者想要尝试的准备？没有啊，这都是看大家每天想到什么新的东西啊。就是素材库嘛，我把我的照片抛弃掉，足够才能全嘛。然后，对啊，那环保署今天想要变成糖凤茶。奉茶，他就拿去用，然后就可以推销一瓶，就是让大家拿什么水壶，而不是买新的宝特瓶嘛。那如果有经过旁边那个饮水机，其实环保署门口他们弄一个超大的奉茶店，然后就是灌那个 app 之后，他就会连续50天让你去不同的地方打卡，然后表示你真的有玩大力游戏，有把水壶装满。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会养成新的习惯，就算本来出门会买宝特瓶，最后也不会买宝特瓶，达到实时检测的那个目的。但是这个就是民间的这种社会创业家想出来的，那环保署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料，那我只营造一个空间叫总统杯黑客松，让他们的这个连结能够被看到，被总统肯定，颁个奖，投影机一打开就是总统的那个投影啊，所以他们3个月之内不管做了什么，接下来12个月就要落地变国家政策等等，所以有好主意的都是这些民间的朋友，像高桥力图也是如此，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想要改变的东西，但是想要改变的人，他只要有想要改变的香料，那我可以想办法征服它吗？那这个工作内容是先前在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就已经对啊，我已经先前当了快2年了，接受这个职位，见习转正是啊。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想象就是。应该不是自己特别主导什么东西，而是去帮忙大家吧。对，因为政委本来就是这样。我那当时主要是 intern 的时候啊，是跟这个蔡玉玲政委。那蔡英文政务委员又是张善政副院长、赖院长，但是之前也是政务委员的时候找进来的等等。那所以其实他们对于或者相关中民主委，但是也是政务委员
嘛，对，所以他们对于政务委员都这个位置适合做什么，适合怎样做，其实都已经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那所以当然后来我接受这个工作之后，也跟像吴尊中政务委员、张志增政务委员等等有请教过他们怎么做他们的工作，所以等于是说一开始做的这个的工作的怎么样是横向组织，而不是纵向组织，是已经有很充足的心理准备。这个当然不工作是吧？是夜深放松。好奇啊！就看这个我们小婷怎么拍我的行程了。就是其实我可以说是醒着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休息嘛。那我真正比较认真是睡前跟睡觉的时候。睡觉会越冷。对，就睡前看资料，然后醒来就想出一个要创新的方法。这个听起来是，我在跟他说这个像考前冲刺班这样。对，这个是，如果很就是工作量很大，就是要这个处理的是很复杂，我得加班，得睡九个小时。是睡觉都把这个东西解决。就加班了，对。但这个听起来，第一个是，其实先前在做 Open Book 做的那个记录里面，其实有提到，比如说看四百页的资料，然后睡觉。对。在这个看的情况是，快速翻阅，每一页都是零点几秒，所以它是像是照相机，对对，只是留下视觉影像，脑里不会发出声音。OK， 所以它其实应该看读，对对对，它是先不做理解，只有阅的部分，没有读的部分。这是在睡觉当中去处理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就批次处理啊。对啊，所以醒来之后其实就是有意识的，会有概念的，就是连接。那所以怎么发生的我没有意识，但醒来之后就是脑里会有一个类似像拓扑图那样的东西出现。对，那这其实也都是关键字。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那种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所以我会理解的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就是没有到很理解，就大概理解这样。那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电子书那么重要，那就是因为它有全文检索的功能，所以我只要能够记得只字片语，甚至记得一个关键字，我只要靠全文检索就可以把那个逐字补上。但是如果一般纸本书没有全文检索功能，根本不可能用这一套来处理。是是，因为就是看了那个采访之后，因为那是讲座的设计，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好奇，如果有照相机忆力，反正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有照相机忆力的，那我应该赶快跟他确认一下，比如说，那我见过，其实我们见过可能两次，对对对，除了 KK 那次之外，还有一次在国际书展，但我没有照相机忆力。对，但是这个我就很好奇，说如果真的是有照相机忆力的，他会记得这个东西，他是随时随地都这样子在记吗？还是他必须有意识的去执行这个工作，他才会。他 recall 的时候要花多少力气？对啊，对啊。因为我一直带进的话，不是很辛苦吗？确实，确实。就变成不合适的小说。对啊，对啊，对啊。或者江丰南小说。是，比较偏一点，就是在讲这个题目。对，那是他第二本。对对对。那你睡觉的时候会做梦？不太会，只有中断的时候才会记得梦。那如果是就是醒来觉得哎都解决了，那其实中间过程是都不记得。在这个样子，读资料我觉得好像可以理解，就是大概知道这一堆资料在讲什么，不然我就处理掉。然后，但是这样可以拿来读小说，思路是不太行。我觉得小说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重点不是你对它的结构的记忆。是是是。对，那这就好像说我就算可以写一个机器人，我按个键，它就帮我去爬玉山又回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可以带过程的风景的录音，没有意义嘛？就像好像是你去找一样。对，就是叫带 VR 就可以当云驾雾。对，那我不如就直升机空降到玉山就好了。对，那重点还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爬山？是要享受那个过程嘛？就是跟自然对话的过程。对，那所以就是说，当然理论上小说，如果你是要做好像文本研究，或者是说你要做就是比较文学，那也许你把它当做语料库文本的素材的时候，你这样子处理是有道理的，因为你要的是一个 meta study 嘛，一个分析式的理解。对，但是像我平常刚才讲说，我是要就是感受那种很舒服的感觉，或者是感受到脑筋急转弯的感觉等等。那个的话，当然是要在脑里
念出声音才有的。那没有的话，其实他有一些小说像就是那个就是缓缓吐气的那一个，其实他的整个重点就是在他透过字他的那个吐气大气压力在我们的脑里重新发出声音。所以我如果是用快速照相式的这样看的话，我觉得破坏那个小说的意志哦，那个意志就是要一面慢慢看一面慢慢念出声音才有意义。这个小说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再补充过一些，因为我觉得邓伟选的小说有某个特色会跑出来。现在讲江南江风南的话，大概四个到五个一个自己的特色会跑出来。然后之前有说过，就是最喜欢的动画体系就是赛奥，那为什么会最喜欢？因为很好用。对啊，就是用来解释哈，像说 humor over rumor 啊，这个迷因句啊，对，就是要说哦，木木，这个你在睡前那颗球完全被染成红色，只要有亮黄色出现，那这样子红色亮染成亮黄色之后就不会回到黄色。但是呢，亮黄色如果预先染上的话呢，那你只要一看到这个迷因像总裁可爱的柴犬之后，那个词你就瞬间就染成亮黄色，以后想要触动你的这种奋斗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有那个 vaccination， 就是有疫苗的作用，心灵的疫苗等等。对，那所以像我跟志奇七七有一双棋，完全就是用就是脑筋急转来谈这件事情。对，所以我是觉得它是蛮好的一个科普，就是它是同时运用各种不同就是感官模态，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学习方式的人，大概看完了就知道之后对认知科学真的都会有基本的理解，真的蛮好的，它出也很好。所以平常就是会去看动画电影对啊，普通的电影也会看啊，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只有就是就是有那种特质的电影，这个就好像就是说我看剧本没用的电影，就是不可能被爆雷的电影，那我只好花时间去看。好比像说《天能》，对，看完《天能》之后我睡了十个小时，对，然后一起来就看懂了。一起来之后就脑中已经知道你在做了什么时间序列，对对对，前行公式对对对对对对。天能会在社会上非常的混淆大家。对对对对，天能真的是你没法看剧本，看剧本等于没有意义。对，我昨天在讲座上跟大家说，那个就是每个表故事的讲述形式有它自己的优缺点。对，天能完全就是一个不能用小说讲的。Exactly， 就是这样。用电脑游戏也许可以，有过一个跟电脑很像的电脑游戏。那在印象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桥段会是什么？就是那个到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脑里的控制台就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控制台。然后呢，以前小孩的时候呢，就只能对于单一的事物有单一的情绪，但是到人大了之后呢，就会开始有一部分这个情绪，一部分的情绪这样子，所谓这个悲心交集啊，这样子就是大人才有的情绪。那时候看印象最深刻，其实那个小兵，对，大部分都是那一个，是吗？他消失的时候，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最开始写出思路的时候，你提到那个 Never Ending Story， 对啊，那个我一个写书的人来看，我在意的点跟你在意的点，对，是不太当然，对对对。那全部的里面的角色里面最欣赏的。可能就乐乐跟悠悠吧，悲心交集嘛。接触到一群就是以民主化作为他们主要的工作的朋友，那这个是不容易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即使台湾自己的民主化工作也还在刚刚开始的这个时候，那更何况他们是等于学业还没有完成，那就被迫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那所以当然一方面有一个影响，就是说我不会特别觉得说好像民主是就是当然的事情。那其实也是因为我这一辈还记得戒严嘛，比我再小就不记得戒严了，所以对，
对，就是说可能真的不记得那种，就是必须自我审查，然后东西发表之前都要先想说我有多少家人在读内等等的那种，就是其实很恐慌的那样子一种状态。那当然就是比我年纪一样或更大的出版人，所有人都记得那个状态，所以这个真的是在台湾一个断代。那我觉得我其实真正意义上面在戒严时代也只生活过六七年而已。对，那所以为什么我到11岁、12岁，然后甚至之后参与网际网络到14、15岁，一直都还是对于民主化进程没有当做理所当然，而是说要花非常多的力气去做的一门事业。那这个也是我想也是受到他们的流亡者的影响，因为对他们来讲，挑战比我们是更大的。会推荐我一些书啊，我大概是8岁的时候被霸凌了，然后小学2年级下学期休学嘛，那大概到3年级就好了，就回到指南国小就没事了。所以那个下学期发生的事情，大概就是有很多老师会推荐我，因为我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是为什么同学明明才8岁的小孩会做这些事情？一定不是说他本能会做这些事情，一定是有什么结构性的原因啊。那但是当时我不了解嘛，就是他们会推荐很多啊，这个可能就是就是皮亚杰的心理学，当时我也看了很多，然后整个发展心理学嘛，然后大概就是试着用各种角度去理解说，那他们父母的成就取向，把人跟人之间放在一起比较，然后自己的内隐的动机跟外显的动机，外显的动机有多少，环境塑造哪些是比较这个不稳定的，也是建立在人跟人之间相对的比较，哪些比较稳定的，就是自发的等等这些东西，那就是大概一般可能大一大二的念教育学程的人会需要念的东西。那我大概就是8岁。就是到9岁，就是因为想要了解我这些同学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所以就把它看完了这样子。那看完之后，当然也有找人讨论等等。那像毛崇伟同学去教室啊，对，像毛雄老师啊，以及他所组成起来的团队，那很多也是在讨论这些问题嘛。那所以就经由自己看书、思考，然后跟人讨论，那慢慢就开始了解到说，原来这个大环境应试教育的这个结构啊等等，是怎么样子去让小孩之间变成本来明明可以合作，但是变成人跟人之间好像是建立在一个我本来第二名，那我如果能够真的把你赶走，他也真的把我赶走，他就变成第一名了。那事实上是这样，但是他的状况其实并没有变好。就表示他自信本来是建立在一个其实没有意义的东西上等等，对，那所以这些大概就是靠看书跟人讨论，然后师长们大概就给我一个讨论的空间，跟推荐一些书。那会希望就是台湾的教育系统可以有哪些具体改善的？我就是演读册课堂的委员，所以我的作品是去年上路的。对，所以具体的来讲，就是从所谓的知识导向啊，变成所谓的素养导向嘛。那一个是外于自己的嘛，一个是内于自己的嘛。然后那素养的重点是每个人的方向、学习历程都不一样，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你的学习历程，你找到方向，它属于你，赢在起跑点上，又没有别人跑的方向。那所以你就从那个方向，因为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那大概都不是你的本来的班上的同学嘛。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大考中心也因此改成素养导向命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整个骨牌效应。补习班啊，本来是完全那种知识死背标准答案的那种，现在都变成要爬去爬玉山、爬华都木舟，好像华都木舟还没有，就是很快之类的。对，那所以就是说，这整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人跟人之间是没有相互竞争的，只有互相合作，是体制跟体制之间、团体跟团体之间，也许还有互相竞争，但人跟人之间永远都是自发互动共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教育哲学上的一个改变。不过从另外，虽然我对集体教育真的非常的有戒心，对吧？对，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在教育体制里面待了这样多年，直到小学校长退休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有些东西或许也因为现在比如说科技的
进步之类的，他有某些东西是可以做，中间可能没办法，是当然就是有这个理念，但是他可能没办法做得出来，对的，或者是就是非常的昂贵，以至于只有可能一两个贵族可以这样子。我们小学的在高雄乡下的国小，一个学校2500多个学生，对，就是一个班有60。对，一般像我小学的时候也是150啊。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都不太贵。那个老师，我可以理解老师无法顾及到每一个人。对。但后来到现在大概120人上下，十几个人，那加大了很多想法，像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啊什么，就比较容易来执行。但少子女化这个没有帮助。就是少子化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对啊。快20%，所以这个接下来就是我工作的时间的问题，跟国力之类的。没错。那你会觉得阅读的意义对你来说是什么？那看我要读什么吧，是看那个被阅读的来决定啊。那它是逻辑思考这些相关的书。你说看逻辑思考相关的书。那如果那样子的话，大部分就是增加我就是自发的动机吧，就是说让我更能够看到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我无法理解，而是说，我可以开始去面对它，对，然后就去接受它，等等，对，那这当然是算是一种素养的锻炼，可以这样子讲。如果说是你刚讲逻辑思考类的书呢？那我是偏小说类型的。那如果小说类型的话，其实就是去启发我的想象嘛，去让我去看到说，原来不一定要用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来看这个世界，也有很多别人有他们的生命经验，从他们角度看同一件事情，大概就是我所看的样子，所以就好像他们的人生的小的片段啊 ，anyway， 然后在我脑中重新经历过了一次，所以让我就是更能够设身处地吧，去为不同的人也好，或者甚至不是人，而是外星人也好，什么大只脚的、七只脚的，什么东西去思考等等，对，那这些都是蛮好的了。七只脚，对，那就是张宇，对，那也算是一种外星人嘛。OK， 在乌克兰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七只脚，有一种七只脚的外星人。对，所以我是觉得小说它是最后还是。促进就是所谓 common good 吧，就是说，不是我觉得好才是好，而是各种不同角度的都觉得还不坏才是好。那但是你要选每边站，那意思就是说你得踏出自己本来自己生命经验所规范的世界之外嘛。那所以这个时候小说就是很有用，因为等于你不用真的就是大背景，你也可以到就是不同的人的生命经验。我要选一本对你影响最大的书，会是啥？重叠过一次。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很多了解别的书，看的本是靠这本书才看得懂，它是工具书。那第二个是说，如果没有教育部重叠过一次典，那我大概也不会参加盲点的开发。那盲点的开发是以这个教育部重叠过一次典的那个很难用的，在手机上都很像全动的网站出发，然后再慢慢的把台语的、客语的、英语的、法语的、德语的、阿美语的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加在一起。那它是军营地历史政府这个社群早期，就是除了说好像是去监督政府，就是让政府就是预算不同意可以变成更同意之外，那还有另外一种想象，就去混搭政府，因为本来刚刚讲的这些语言在教育部里面根本都是完全不同的小组在推动的，对，那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真的只有民间才能整合各种不同的政府的资料来源。那甚至我们的团队里面也不乏那种他要特别强调他是约聘不是正职的公务员，也就是说他在外面反而他发挥的空间更大，因为他可以掌握更多就是不是他的部门碰得到的这些开放的资料等等。所以我觉得盲点蛮好，就是说它是一个开放资料几乎所有的原则的等一个试金石。我们当时碰到的法律问题、授权问题、技术问题、格式问题等等，那可以说是无所不包。那但是它的公共利益又非常的清楚，就是小孩要看得懂书，那这个难道有人反对吗？对，所以它不像别的，就可能政治上比较敏感，或者有经济上利益不利益等等，那基本上很难有人去主张说没有，我就是希望小孩看不懂书，对不对？在台湾有点
哪有政治人物敢这样主张？对，所以这是最顺利的，在跨部会协调啊等等上面，所以也因此就是可以说是我现在的工作的方式，很大部分就是在盟点，然后透过盟点接触到国教院，透过国教院又变成策划会委员等等的这一条路线啊、所决定，所以我觉得中美国际事件还是很重要。你小时候做过什么背词典之类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兴趣。小时候有背过圆周率，对，背到100问，但是已经忘记了。所以有想过要去参加类似记忆力比赛的？他对，其实当时就刚加入网际网络，然后 YWeb 上面。当时有很多这个社群，然后有些是你要先证明你能够做过什么才能加入 proof of humanity 这样，对，那其中有一个 proof of work 啦，那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你要把潘能够背到100位，叫做100 club 才能够加入，而且你加入的时候还要写你是怎么背起来的。Okay. 这样子，所以对，所以我就是说，哦，没有是把它拆成这个七个 syllable 一段的，变成，然后又把它弄成押韵的一首诗，然后硬把它记下来，这样子之类的。前阵子我们那时候朋友学校真的同学就是在背圆周率，就在比谁背的比较多。对啊，对。因为那个是有世界纪录的啦，就是如果你现在要考教那个记忆力，他们的方式就是看你背到对第几个。对啊，对对，因为它里面并没有任何就是额外的意义，对，它是无意识，对，它没有终结，对对对对，没错，对，因为从前我们在就是感觉上、脑筋好的或者是、成绩好的人，对，我们那个年代常会说，比如说当兵的时候背英文词典、是，对，或者是对，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或者说自己做过这种事情，对、啊，所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对对对，所以刚提到背词典的时候，突然想到，该不会也做过这个？只有圆周率，而且只背了就是100位，而且加入之后就忘了。所以那时候加入的那个是。他就叫100 club，我就当时因为其实根本那时候根本还没有 Google 嘛，然后 Alta Vista 也才刚在测试版，然后最好的搜寻前还叫 Lycos 的，对那个年代，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乱逛，然后就看到这样的，对。Lycos 那是非常早的东西，也没听过的样子。那时候比较有组织的图书馆什么都还在用 Gopher， 都还没有改成 HTTP 的那个年代，对。不过 BBS 还是留下来的，所以我们还是有共同的语言。就好像，对，就好像，就好像你可能没有看过 iPod， 但是 Podcast 还是留下来的，是一样的道理。有。iPod 还有。有。不是 iPhone 之后才有的。iPod Nano。好 ，Nano 最小的那个黑扣子上面，对对对，那比你再年轻就没有看过 iPod。害怕变成一个 app。我之前有个 BBS 跟 PPT 是一样的东西。对，好像不是。没有没有，曾经有过非常多 BBS， 只是现在存下来剩 PPT， 就跟现代智人一样。对，这个上次我们在另外一个采访当中提到这件事，就是他们大惊失色。原来不是 PPT， 就是等于 BBS 啊。他是唯一还活着的，比较认识的 BBS。看法是什么？他的卡面上面的资讯少很多，那他我不会泄露别人的个资。好比说你现在的身份证，如果拿出来，上面不但有你父亲跟母亲的名字，如果有配偶的话，还有配偶的名字，而且还有你的户籍地址。那这些其实都是不必要的。那如果你要换证，好比像说停车或者换证进大楼，那你自己泄露你自己的个资、户籍地址就算了，你等于是把你爸妈跟配偶住哪里，以及他的名字是什么，一并都告诉警卫。那事实上，随便想就会知道这是不正确的事情，那就有点像说，如果有人说，哎，这个我需要你的信用卡正反面影本，那你一定不给他，因为信用卡反面那个三位数，你若给了他，这个卡就报废。对对，那但是就是说，现在大家还是有点习以为常，好像说，然后有点过度相信任何门口的警卫的那种感觉，然后愿意把自己的，就是如果他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就劈头就问说，这个你爸妈叫什么名字，配偶叫什么名字，户籍地在哪里，你一定不告诉他，为什么要告诉他？就是这些都印在身份证上，那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那所以明年开始就会有一个测试版，有一个拍了版，试试看说，如果卡面上都没有这些，会怎么样？对，那我们本来是配偶来拿掉，但是后来在一些民间团体的
对，讨论之下，后来配完剩下有跟无，对对对，就是是什么呢？对对对，有跟无对他们很重要，对，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坚守，就是不要揭露你的配偶的名字的这样子一个底线，对。但是这个会有，就是各自就进入数位之后，会有泄露各自的，不是他还是在卡片里了。现在只是说，本来是你光学就一眼就看得到，是。那现在是说，我们只保留最小的在光学的，就是你看得到的这个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你要输入密码，就是或者是你要自己去把它印出来。那我们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像户籍地址等等，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读这个晶片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去就是用内政部的一个网站或者 app， 然后就直接印出来，但是它会有一个检核嘛，所以你可以拿你的身份证正本，再加上这个相当于身份证影本的东西，那对一起去办理。所以如果你要纯纸本，这还是可以动的，就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人阅读晶片。事实上，因为阅读晶片是靠后面的那个条码，就有点像。是缉毒嘛，护照嘛。你如果有用过eGay的话，应该知道说它是靠那两台缉毒嘛，然后再辨认。那所以如果你只要用不透明胶带或者卡套什么，把那个缉毒码贴起来，就把你背面的号码贴起来，那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阅读得到你的晶片，因为它的非感读取式，它的感应式就是非晶片式的晶片 NFC 是靠那个缉毒码才能够运作。所以就是说具体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很不希望被读到晶片，那你就是把那个完全当做光学来使用，然后把后面全部都就是用胶带贴起来，对，但是只剩一面，对，那然后你后面想要揭露的单位，你自己再去印纸本出来，然后把它跟有点类似身份证影本那样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就不会有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哎，那我如果就是不记得我的密码，长辈不喜欢用密码，他的密码如果取得跟他喜欢看密码一样怎么办呢？等等的这个问题，那后来我们后来还是有纯纸本的解决方案，那对。对很多人来讲，就是那好比像说，他只是要填入基本资料的时候，那现在就算你去演讲啊，要填个领据啊，什么东西你都得自己手抄一堆东西，而且可能抄错嘛。对，那未来的话，可能就是你稍微感应一下，确保说，哎，这几个单位有授权过去，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它是很方便了，但方便的过程，你们也不希望去破坏掉大家本来就对纸本的那种信赖感。数位身份证上面有好多性别。没有性别的栏位，但是还是有身份证字号。所以外形的资料理论上剩下身份证字号。对，然后名字嘛，对名字，对，然后照片，正面就这样。这身份证是一定必要的吗？其实应该也不是。你说身份证号还是身份证？身份证现在不是一定必要的，理论上。装 TW FIDO 这个 app 的话，它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代替身份证的身份验证功能，就好像健保快易通可以取代掉健保卡一部分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用你的手机担任身份证号的载体，这个是已经有的。那现在，但当然现在你要办这个你要自然凭证了，因为还没有新的身份证嘛。对，那但是至于说是不是一定要身份证号，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跟刚刚那个素养有关。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教育的部分，妈妈也会。因为应该这样讲啊，因为其实我们家小孩很早就离开体制了，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看到素养这样子的推动，其实是很感谢。不过老实说，我们回头去看，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如果去看那个网站上的小一点，还是有非常多的家长，他对素养这件事情的想法，其实还比较。反抗，然后所以我是比较好奇，你自己在看这个推动的过程里面，你觉得，你这样子的反弹是你预期的吗？是啊，我们当时就知道的话，六年了。六。对啊，如果没有反弹的话，为什么不小一到小六一起上？为什么是小一、国一、高一上？然后请小二、国二、高二先准备，然后共同观课、共同备课等等。就是因为知道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跟我们传统上面好像就是人跟人之间要有竞争力的这个想法，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可是这个东西是台湾土产的，就是那是一个翻译错误的结果。
对，就是 competence 当时被翻成竞争力、嗯、是一个翻译错误，对，因为 competitiveness 才是竞争力competence 应该翻成核心职能或者核心能力之类的、嗯、对，那但是就是翻错了，那翻错之后就变成 competence 往内的 competitiveness 往外的，这两个被混成竞争力一个词，所以这个词就变成内外 都包，那事实上这样子就变成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词、嗯、对，因为就是你说要培养竞争力， 你的那个能指太广泛，以至于你的所指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什么都可以算，对，什么都可以，对，真的、啊、就是它变成一个类似法语词一样的东西、嗯、那所以我们当然一部分也是为了矫枉过正，所以 competence 这次就翻素养，它是非常内，而且是几乎那种内圣外王的那种，就是嗯，看到就是道德修养嘛，没有啊，特别道德修养广一点，对，但是它就是本来的意思的那个 competence， 那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理解到说，往外的那一部分，其实差不多都是 AI 会做完了，这个已经就是就有点像是你不太应该去跟这个就是。自行车去比赛跑是一样的道理，对，而是应该大家要学会骑自行车的这个概念，对，那但是对很多就是尤其是对于工业时代就比较习惯或者还抱有憧憬啊、对那种个人的竞争力而且是往外竞争还有憧憬的家长确实很不习惯、啊、因为一下子就变成是说哎、欸、好像只有跟人相处才算是能力了，哎，这个能够把拍背到一百位不算对，但是因为就是你旁边这边两个手机背的都比你多，是，对，嗯，所以其实你自己在看，因为现在有蛮多补习班其实开始去用素养导向，对对 对，但是你觉得这种素养导向补习班是合理的吗？嗯，或者是说素养这个东西真的是补习补得起来吗？我想就是说我刚刚讲说去爬山或爬独木舟并不是开玩笑啊，因为传统上来讲就是说这个一般不会叫做 cram school， 不会叫补习班，因为它根本不是编班，它比较像是夏令营或者是这个对体验营或者是课外活动啊，其实以前都有各种叫法，什么第八节课啊，什么社团活动啊，什么之类的那但是现在就是说没有啊，这些都是你的学习历程啊，所以你的学习历程里面有一些也许是别人已经 curate 好已经策展好的你可以去参加，可是那个就是以前的什么环境教育啊什么各种体验活动，那现在就是补习班发现说哎，他本来就要这套大考重新补考了，所以他只好改来做这个生意，但是他做这个生意以前在这一块本来就有很多人，包含社区大学社区营造工作者等等，本来环境教育工作者本来在这一块就已经耕耘很久了，所以一般的坊间商业补习班来，他第一个他有点不得不跟这些人合作，那即使他不跟这些人合作他自己来弄也未必弄得比本来的好，那所以这个市场是比较大的，那也比较还能比较多元，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是补习班会找到生命会找到出路，但是我们不用特别担心说这个生态位完全被补习班业者占据应该不至于，所以这是妈妈的不予担心的 就是说就你不用用补习班的方式，你只要去参加一般的我刚刚讲的那些活动、嗯、其实也就相当于你去上了补习班，因为在学习历程上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父母在读小说的时候、嗯、对是会读出声音、嗯、对对，会脑里会发出声音，会齁、哦、因为我发现你好像很在意韵律之类的东西，是啊是是是，因为道德经有这个、嗯、有，因为 它算是某一种，它是有一个固定节奏，对啊，是有韵律，对，然后 我挑的翻译也是有押韵比较好的那个英文本，因为他们也很奇妙的提到芬妮跟守灵夜啊，对啊，然后想说这你是看哪个版本、嗯、英文的还是英文，当然是英文的，会觉得、嗯、它就是一乐谱啊，就你就把它当作声音的集合，其实那样子才感受得到，就是不要理解它，感受它。对，因为以一个写故事的人来说，我觉得芬妮跟守灵夜就是一个玩过头的、嗯，就是以故事来看，它是比、它是比追忆似水好像更玩过头的一个东西。对啊，是啊，是啊。而且当时，当时乔伊他们都在说这个是要给类似写给书评家之类的，之类的，对，要不是那不是为读者写，那不是为读者，让书评家失眠，对对对，失眠翻白眼，对对对，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这个书，然后经营报的你的，对，你选的理由是它比较像诗，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较 poetic， 对，你对这个韵律的东西似乎是非常的
啊，对啊，对对、啊，我自己端出来的东西什么 humor over rumor， 那个也三押，嗯，就是对啊，就是它文字本身的韵律性，我觉得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脑里读出声音真正的理由，因为要享受这个感觉，嗯，对，如果只是它的那种书面意义的集合的话，那确实用扫描的就好，是对。但是这样子的状况，你也在读，你说在十岁左右，对 ，Never Ending Story， 对对对，那时候是等于中文跟德文对一起读到，就家里有德文班，对有。但是因为我爸那时候已经在德国了、啊、，OK， 对，那然后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哎，那接下来就要可能要去德国，嗯、因为当时四年级跳六年级。那我当时就知道说四跳六那个完全不可能，所以因为当时并没有跳两级的这种规定、啊嗯、那所以我是学籍挂在四，但是只探过小校长让我去年没有年级、okay. 对，那所以这种事情当然不可能说那我接下来呢，那我要上国中降读五年级，怎么想都不对、嗯、那所以当时也自己也知道说那、哎、因为我爸在德国嘛，所以去德国是最有可能的、okay. 对，所以当时我也自己就是花一些时间也想要说那我至少先会一点点德文这样，所以其实算是借由读那个小说有点半自修的。对对对对对，因为德文的好处是它的发音很规则、okay. 所以我到现在我其实已经不太口语大概不太可能讲德文了、嗯、但是住汉堡代表处这个随便给我一份稿子我还是可以念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就是朗读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不像英文有很多不规则发音 OK 我从来没有听过德语的朋友讲这些对对对对，德语发音极为规则，不太可能念错、嗯、所以现在会变得我已经就是已经不太知道那个意义的问题对对对对，但是我还知道怎么发音对对对对，然后就还是觉得那个旋律非常优美、okay. 但是那时候读因为我觉得在提到 Never Ending Story 的时候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看，它里面提到非常多跟创作，对啊，跟历史，是啊是啊，然后跟想象力，尤其是想象力，对啊对啊，因为它里面整个重点就在那个童话国的想象力不能枯竭，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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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你比较哲学，我在想我重过很多次，我从来没有想过哲学。对，是啊，他倒数第二章就在讲集体主义啊，前面就是德国哲学各种认识论派别啊。所以那个时候读的时候是原来就已经意识到说它其实跟德国的哲学论著是有关系，不知道完全没有概念，对，是我后来大概十六七岁吧，当时就是去政大旁听很多哲学课，那就是像现象学啊、诠释学啊等等，都是那时候接触到。那再回去看《Never Ending Story》，才发现说，哦，原来就是他是把很多思想的那种流派，用小说的方式去呈现。因为那个就是你写故事来说，恩德的书几本书里面，他包括他跟他父亲合作的《镜中笔记》啊，对，是，然后他比较脍炙人口的《默默》，默默是大家都看过的。我觉得《Never Ending Story》对一个写故事人来说，他特别有吸引力。对，对，它里面就是在讲故事。对，其实他也有一点天能的那种性质。有。对，就是自我描述性。对，不过他的电影有点可怕，就是啊，是吗？还好我没看过。当时其实应该大家都还觉得蛮有趣的、啊 okay、尤其看到那个福祥龙飞出来长了狗头的事，对对 对, 对, 对但是他的电影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奇幻的故事，就是小男孩跑去奇幻世界冒险的故事、okay、那原来的很多东西就不要讲哲学、就原来包括说故事跟想象的东西，它其实就被缩得非常非常小，是，这其实还蛮可惜。至少祥龙还在，没有像木须龙就不见了。平常每个礼拜都有看电影吗？没有，但有跟到梗，跟到梗是可以理解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木兰到底在台湾到底多少？但他票房其实看数字是还不坏的，还行啊。对，所以到底是多少人去看？就感觉同一层都不看的话，到底有同一层有多厚呢？说不定是看了，然后就是才能批评嘛。所以像有些是、啊、像疫情期间，他们把那个 musical 在线上演嘛，那我就有去跟到那个 cats， 那当然是演得非常棒。但是 YouTube 底下一排留言都是在骂电影，但是就是电影的同一幕处也有多烂，对对对，我就在想说，你们如果没有看过怎么骂？所以说不定是专门为了这个。
对，专门为了不推，为了不推而去看。想想也蛮辛苦。慢慢就会变成靠片，靠片就是这样来的。好，那这一代差不多。有两件事情，就是因为啊，就像音乐里面讲到，就选的书里面电子书相对比较少，但是对啊，我们不能说服鹦鹉。为了这个书单进电子书，我跟陈东升就要讲过几次。对，因为对，那这个是我们用自己比较目前看起来可能觉得有可能相关的一些延伸，看有没有机会，然后我们再挑几本。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实体活动的部分，可能也可以确认一下。所以我要选几本？如果有觉得 OK 的话，哦，是吗？都选，都选哦。觉得 OK 的话，都帮我们选一下这样子。这么厉害，哇！如果这些都不合适，也就不用免费了。如果很好，都这样。其他就还好，因为差不多这个展开就。都有有两本可以给我看到 Kevin Kelly 不够一本好像过不去对毕竟见面三分钟视讯两分钟必然还 OK 还好那就先不过上回跟 KK 的那个共同就我有个印象其实你并不适合完全科技乐观的，对啊，那个其实应该是有某种戒心的，对是，对，就是中观，对，所以这个东西在处理平常的公务的时候，对，是需要用科技的这些力量去，对啊，推行一些东西的时候，是会想到这些，绝对是啊，一定的，对，那会遇到什么，就是觉得好像不能用科技去做。比如说高层可能希望做某些事情，然后你会觉得好不应该这样。应该还好吧，我是觉得差不多在那个这个层级，我并没有碰到什么真正那种就是技术的光线者，对，都没有。那大家当然是很相信科学，确实有非常相信科学。好比像说疫情一开始有一个这个数理模型。那我到现在那个细节我还是没有自己 check 过，但是我就是这也是一种相信吧，就是觉得说这个传染病学这本书的作者陈建仁老师，如果都已经认为说确实四分之三的人戴口罩，那R就会小于一。那虽然这个不明觉厉嘛，对，那所以我就想办法帮忙大家四分之三的人都拿到口罩好了，对，所以那本。就是那个后面的那个 model 我到现在都并没有真的自己跑过，那但是像这种是有，可是那是目标嘛，那并不是手段。是，那手段的话，当时也有人提过说，为什么不大家都一定要用行动支付或记名悠游卡？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在便利商店马上你就可以去拦住那些想要囤积的人嘛。对，那样子做实名制其实更便宜，说不定一个下午就做完，也不用弄到三天。对，那但是那样的问题就是说，所有没有行动支付或者记名用卡支付习惯的人，他如果要买到口罩，他就必须学这件事。是，对。那当然，即使最乐观的情境，也只有可能65%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支付。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达不到70%。所以后来就选了让大家排队排比较久的，但是让大家比较信赖的钥匙，然后健保卡倒是所有人都有，9成99%。对，那所以健保卡加钥匙这个组合，就慢性连续处方笺这个组合最后胜出，并不是因为我们迷信健保卡，而是说比起行动支付来讲，那这个的不管是在隐私上面的，或者是在平常使用习惯上面的性质，都比较为大家所知。所以后来就用这个，而且还有就是说，药师要你说戴口罩不洗手没用，这个你比较会听嘛。那便利商店的工作者就是虽然说他们很万能，但是他跟你讲什么医嘱，你可能不太理他，所以也是很让社会权威性也是他在里面。所以65%行动支付这件事情是真的计算过的，是算过的，是蛮有趣。好，那实体活动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一场活动，其实就是
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读者的一个见面聚会。嗯、它每一次就是依照可能是会去找特别的一个领域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或者是。现在我们目前看起来是10月27号或是21号、嗯嗯，那这两个应该都是礼拜二的时间。OK， 对对对，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因为这次如果是十月是邀请您这边当店长、就很希望说，是不是十月这一场就是由您直接来讲你的选书、其实关键就是直接由您来讲你的选书、那现场的话，我们自己是觉得，因为我们之前的活动大概有已经做了、三场。那第一场是知名球评曾文成先生在后面走，然后第二场是就是公投间。那这两场活动通常因为我们自己两场大概都是60个人左右，但是我们自己是觉得如果是你的话，可能人数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们目前是规划可能是会去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哦，一个是周三，一个是周二，两个数字就是对，不是差七岁。对，然后因为我隔天都有蛮早的活动，所以可能我没有办法配合到那么晚。OK， 对，不好意思。知道吗？那我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对啊。那如果说是，不然就要压缩到我工作时间。那如果说是当周的其他天，有可能吗？加班时间。对对对。是当周的其他天有。因为我的行程是小天，对，不是我的，可能要跟他讨论啊。那但我目前看起来，我确实大概到11月都已经很满了。OK。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每天一大早7点到9点，以及傍晚5到7都已经给了外场。对，所以现在都是一醒来就要跟北美、南美，然后睡前常常都要跟非洲或欧洲朋友分享，所以等于本来就是出国行程，是你出国归出国，那在台湾就不会在台湾，但现在完全混在一起，对，现在时间变得比较难。OK， 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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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